还流血，我喜欢的人果然是最有出息的人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你的前途跟我必然是不能共存的吗？其实你一早告诉我，我未必会阻挠你。 你的蓝图里根本就没有我，你解释啊！你解释，阿正，你解释给我听，你说什么都行，你就说，你就说你是为了我好，你就说。 你是被逼的，你说什么我都会接受的，好吗？程维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一个人首先要爱他自己，我不能够允许自己一无所有的爱着你。你要先爱回你自己了吗？ 我习惯了贫贱，可我不能让我爱着的你和我一起忍受贫贱。你就认定了跟我在一起会贫贱吗？为什么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？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。可是我不愿意，政委。 人生最大的痛苦，莫过于你一直在追求不属于你的东西。当你无限趋近于他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你不是连续的。那为什么你到现在才发现我跟你是不连续的？海洋馆算什么？送我的分手礼物吗？阿征，你再等等我。 我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，我马上去考托，然后跟你在一起。最不济的话，我可以等你啊，好吗？好吗？